2021年朵美卡红白盒，按月汇总入价已阅，共计三台：58号格力高海式面包车，89号兰博基尼 FKP37，二月共计三台；40号思域泰包，52号马自达 CX-5 道路救援，三月共计四台；47号大法 TAP， 64号尼桑人，144号尼桑 Pro Fire 享货，四月共计三台；94号50铃 F 工程车，120号法拉利 SF90，五月共计三台；44号尼桑 NV4001V 救护车，115号斯巴鲁 S4 STS Sport， 六月共计五台；6号尼桑剑客，28号斯巴鲁 BRZ， 145号斯堪尼亚消防车，146号高登小火车，七月共计三台；87号丰田速霸安全车，8号丰田 SUV Race，八月共计三台；17号法拉利 Roma， 60号本田 E 电动车，九月共计四台；37号布加迪奇隆，67号丰田皮卡海拉克斯，147号 EUD 反斗挂车，十月共计三台；100号铃木吉姆尼寨服务车，112号50铃80公交车，11月共计三台；1号尼桑234奇遇线警车，86号丰田 GR86，12月共计五台；72号莲花 Lay Sport 220，93号大法 GR Sport， 148号悍马加长版 HR， 149号50铃高压运输车。2021年一共推出42台主线红白盒，其中短盒36台，长盒6台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心目中的 Top 5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下期不见不散。